will always be my son. I'm Mowgli, and this is my home. 即将于4月15号上映的新片《奇幻森林》中，年仅10岁的毛克利小朋友将带你开启一场丛林大冒险。但是，看看这版裸眼3D 的预告片，又是扑面而来的大象、蟒蛇和老虎。就是能把人甩上天的猿猴，再加上一脸呆萌的棕熊。Relax, kid. No need to get worked up, okay? 作为1967年迪士尼动画《森林王子》的重拍版，如此无缝结合的真人表演与特效动物，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呢？